九华山大兴善寺上一周也特别举办了大型的安卓大典。铜锣九华山大兴善寺是苗栗知名道场，海内外许多信众都慕名而来。最早开山和尚是福慧和尚尼，信众皆称为救世师父，其灵感事迹不胜枚举，愿力更是护佑来寺院的信众。而大兴善寺最有名的佛茶，信众要在佛前虔心祈求后才饮用，门口广场就写道：求佛茶有一分恭敬就一分灵验，十分恭敬就十分灵验。其实救世主慈悲伟大，伊无食饭，无讲话，无食饭，啊，佮平常当桥是烫食卡，寒嘛迄领衫，热嘛迄领衫，所以咱有这福德来，就是属伊的慈悲的原力。咱大家照这福报，这福德，食这健康，唔是大悲地。咱外口写一块石头写字伫啊。你若信三分，感应就三分；信十二分，就感应就十二分。有做真敏感，但是哦，本身嘛是爱有迄虔诚心啦。那阮咱这时代人手寸长，要甲你牵，啊，你就十八十无牵嘛无法度。九华山大兴善寺在地方信仰兴盛，也构成了铜锣一大朝圣地点。这天佛茶缸的启用就吸引了许多信众回到寺院拜佛。这个月国历10月30、31号两天，在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也将举办搓汤圆吃平安汤圆的活动，欢迎大众前往参与。法界新闻吴永曲苗栗采访报道。